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您的公司？我的公司是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目前所从事的服务跟产品呢，主要是在做光碟片的一个压制，我们 focus 在这一种所谓的预录产品的上面。请回顾当您第一次听到 impact， 您的反应如何？为什么 impact 这个字来讲的话，我会感觉到就是一个 impact， 就是一个冲击的那个感觉。那基本上面来讲的话，他们来告诉我说，他可以帮我们创造一个不可能的一个改变。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认为说，姑妄听之啦，哈，不敢真正的很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原来 impact 上在跟我介绍部分觉得这可能有点神奇。第一次听到 impact 的时候，就在想，哦，又来了一家顾问公司，一家会说英语的顾问公司。反应哦，应该是没有听过吧，感到非常的讶异，然后也不知所措。我们部门有那么差吗？为什么要请顾问公司来辅导？现在案子已经完成，您的感想为何？对于这个专案这样子完成来讲的话，我的感受是超越我自己的一个预期。那我的员工啊，不只是在产品的这个良率上面有获得到蛮大的一个改善，那个叫做成果的一个部分。其实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行为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使得整个公司的向心力增强了蛮多。整个生产力的这个提升上面是，成效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得出来他们整个自信心，整个都被建立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了。针对我们成型部这一块的良率跟一些产能的，增加，那基本上原料应该也节省了不少。感受其实在整个效益上的成果是我们所有的同仁的努力啊。您所得到的 savings 和专案的费用比例为何？比例啊，我想跟比我们原来预期的大概有10倍以上吧。您认为对您个人而言 impact 专案的最大好处是什么？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提升我们基层干部的管理技能。您认为贵公司从专案中得到了什么？我想我们以前一直是着重在科技的那一块，简单讲一个就是以技术挂帅，那一直是忽略掉了管理这两个字。管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透过别人来完成你所要达成的一个任务。那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透过英贝让我的员工都走到了管理的阶层的这一块。那我们最明显看到是我们的良率，我们的生产的良率提升了有10几个% 上去，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人事上比以前更少，但是呢我们所产出的这个结果呢并不会比以前少，甚至更多。主管啊，基层干部他们在管理技能上的进步，向心力上有蛮大的提升，可以让我们的做法可以更顺畅，然后更清楚知道要做些什么东西。基层人员的管理吧，这个是我们获益比较多的地方。您的员工和基层主管最初的反应是什么？刚开始其实他们也是在怀疑，也是在甚至于是在逃避反弹吧，很惊讶，然后事情感觉好多好多，好像永远做不完，又有人来搅局。随着专案的导入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我想对良率来讲的话，我们是成长了大概10几个%。那机器的架动率跟这一种所谓的故障的部分啊，都架动率提高了，故障率减少了啊，人员的士气提升了啊，我觉得整个公司都在走向一个正面的，而且是良性的循环的这一块。在员工这个部分呢，他们从刚开始的怀疑到慢慢的看到说事实上改善那个方向有成果出来以后，也会往支持的这个方向来走。每一个人工作的态度比较积极的，然后主管的一些管理技巧上有明显的进步，比较积极的吧。以前的干部只负责可能是认为自己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那后来整个INPACT进来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在比较细节部分其实是我们那些基层干部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这部分的改变其实对整个的生产力的提升是很大的获益。
他们现在的态度如何？为什么？态度就是比较积极的，因为透过英贝的辅导，事实上在他们的管理技巧啦，然后沟通技巧等等，所以他们觉得现在的工作环境比较和谐，变得更敬业，更热爱他们的工作了。现在的态度会趋向于比较积极去处理一些问题。 Access 训练课程对您有什么帮助？最主要我比较会有在做的或是比较跟推，就是在八大督导技巧部分，不管是从高阶主管到甚至于到基层的主管，其实在整个管理层面的改变是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做得很好的地方，可是就是有比较少部分是有疏失的地方，不管是从管理技能啊、沟通协调处理能力啊、諮商的一些能力，对我来讲是蛮好的经验。您会如何总结您的 impact 经验？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偏向实作方面的，把一些管理技能实际运用上，比较务实的做法。 impact 给我的经验，除了在让我感觉到原来这么传统的手法也能够把计划做好，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基本的看板式的这种管理，那一直到每日的跟催去关心他们，只要做这些动作就能够把整个案子做得相当的美好。对于一些基层主管的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概念上呢，我想 impact 这个专案也是提供一些蛮实际上的可以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的系统跟工具。您会给那些将要执行 impact 专案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说第一个要去除掉心中的一个藩篱，不要去认为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我觉得我们世界上面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只要相信他就一定能做到。英贝来讲的话，他提供的不只是单一个人，而是他给你一组整组的人，然后整组的一个 solution 的一个方法。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同样的就是给自己的公司另外一个机会。先客观的去了解说目前公司真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支持整个专案，这是蛮重要的事情。您会给那些将要执行 impact 专案的主管们什么样的建议？用心投入，不要抗拒了啦，不要排斥，心胸放大一点。您会再做一次 impact 专案吗？我想只要英佩告诉我说我们还有哪一块还是可以开发的一个 area， 我想我会乐于跟他们来配合，跟他们来合作。我会啊，我会倾向建议我们集团内的一些其他公司可以导入这个专案。会